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新年好。刚才看完目送1949龙应台的探索纪录片，相信在座各位对这些历史切片多少有着感同身受。龙教授的《大江大海》巨著和纪录片，从某一个程度上来呈现了1949世代共同的回忆，也是这个大时代的悲情最有力的见证。《大江大海》1949出版16个月以来，在全球华人社会所引起前所未有的震撼，也引发潜藏已久的那个大时代的感情，在两岸三地、台北、香港和北京的演讲更是空前热烈。今天在纽约林肯中心跟大家来做感情交流，也必然会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代见证。龙教授在台湾成长，后来到美国念博士，曾经在台湾、德国教书，也在纽约市立大学教了4年书，所以跟纽约也有一定的渊源。目前是香港大学的教授，也是香港首位获得香港大学孔梁巧玲杰出人文学者。龙教授的他的每一本著作都切合时代的脉动，而能够撼动人心，所以目前可以说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华人作家之一。北美世界日报为庆祝创刊35周年，回馈读者的一路相伴，荣幸邀请到龙教授到纽约发表华人世界的大江大海这一场演讲。另外，世界日报将刊于世界周刊100个有关1949的时代故事集结成书，出版1949大时代小故事，希望能够共同召唤那个大时代的集体记忆。今天听众全场爆满，我们的所有现场的来宾来自两岸三地，可以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跨族群、跨世代、跨海峡的活动。尤其是今天在座许多《世界日报》的读者，我们晓得是冒着寒冷的天气从外州赶来，令人感动。再次谢谢读者对《世界日报》35年来的支持。下面我想我们就将时间交给龙教授，谢谢大家。大家午安。谢谢《世界日报》的邀请，而且恭喜《世界日报》，一个媒体走35年，一路走来真的非常的不容易，谢谢《世界日报》。那你们对我都比较有相当的认识，但是我照例我想要认识一下今天在这里的有谁。我看到我很尊敬的王鼎钧先生也在这里，王鼎钧先生在这里，请坐，请坐，请坐。王先生的书给了我很大的养分，在我为这本书工作的时候，我这样眼睛一瞥，很奇怪的，我好像看到老朋友江青坐在哪里，是不是？江青，我看到你了，对不对？看到了，江青，对，大概还藏着很多的朋友啊。其实来纽约我特别兴奋，我来了之后才发现，我起码有20年没有来了。我还想多知道你们一些。有些人是从比较远的地方很辛苦的来到这里，所以让我感觉一下。来自纽约以外的举一下手好不好？蛮多的哦，哇，好多哦，好多哦。那让我知道一下，比如说你来的有多远？比如说有宾州来的吗？有宾州的。有 Boston 来的吗？也有啊。还有哪些地方？你们喊喊名字吧。北京、上海，太夸张了吧。还有从哪儿？台湾啊。那
我上有一次是在我在荷兰有一次演讲的时候，有一个人他说他开了9个小时的车从德国开过来，有没有从开车开了很远的路途的？有谁吗？阿拉斯加。是，那我再问我们再做一下身家调查啊，就是说因为现在其实很混了，全球化了很难讲，但是你觉得你是台湾来的举一下手。很多啊。那么是大陆来的举一下手。也很多啊。有没有香港来的？哎，不少呢。新加坡的有没有？一个都没有啊。不会吗？马来西亚的有没有？没有吗？我看不见吗？有吗？好，我还漏了哪里吗？有没有特别从俄罗斯来的？有没有？没有。你不要笑，因为啊，从印尼来的举一下手，让我们拍一下掌，好不好？ Okay. 好，这样我就有个概念了，这样谈起话来还比较我们今天可不可以不要当做一个正式的演讲？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我比较大的读书会，好不好？这样我比较轻松一点啊。1949年，他当然，如果说你要一定要我挑两个字来形容那个时代的话，你知道我会挑哪两个字吗？疯狂的爱，疯狂苦难，流离无奈。对，我会挑两个字，就是遗憾。遗憾，那是一个遗憾的时代。有多少人回头去想的时候会说，如果那个时刻多一张船票的话，也许就不会妻离子散。放桌上好吗？这是什么？干嘛？叫我干嘛？放桌上就可以了。哦。不要再打断我了。好，那就是说还有很多人，你看，你记得在荧幕上看到的雅贤记得吗？那种遗憾就是会想到说，在临走的那一刻，如果我稍微再回一个头，那种遗憾会不会少一点啊？所以1949年是一个有深刻的遗憾的时代。那我记得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在书里头写到，就是雅贤的那一批5000个河南的孩子聚在一起，大家要开拔要走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他现在在台湾，他说的是，但那些父母们很多住在郊区的乡下，都赶来跟孩子道别，带着油饼啊，就是雅贤的母亲是带着油饼的。来看孩子。那么这个人呢，他的母亲在那个有点慌乱的马上就要开拔的那个时刻，这个母亲跟他说，孩子，你常常胃疼，所以我一定要东边，就是到那东门那儿的那家老的药铺去给你拿胃药。反正你这个通常这个部队都是往东门走的，所以你的部队，你的这个学生队啊，经过那个东门的药铺是必经之路，我就在那个药店的门口等你。这个母亲就匆匆赶那个药店去给这孩子买胃药，可是结果他整个这5000个孩子要开拔的时候是往西门走了，所以这个孩子就是这一辈子没有再见过他的母亲啊。所以我说1949年是一个深刻的遗憾的时代。但是在做这本书的过程里头，在很难以弥补的深刻的遗憾里头，也有一些人生的小小的圆满。那我想今天在纽约这一场，也因为《世界日报》，对他们而言是一件很大的工程。今天的读者来自各个地方，所以我做功课也做了2-3天啊。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出版了之后的16个月之内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那包括这个我说的小小的圆满，你们是否记得在书里头，在影片上也出现的那一位柯景兴先生，少年的时候被送到南洋做日本兵。那事实上，台湾人作为殖民地的人民，他是没有资格去做兵的，他其实是做兵的用人，他做所有的后勤，
所做军夫。那柯景兴他到最后战败的时候，他的队长下令杀俘虏，一共杀了四五十个俘虏。那这些台湾兵他动手了，所以他描述了他动手的过程，因此他被判死刑，后来被判七年半。柯景兴先生，我在书里头写到，他有提到说他在做战俘营的监视员的时候，曾经对于当时在俘虏营里头的一个中国领事的夫人，帮助过他，因为那个领事夫人呢是带着吃奶的孩子，那那个时候在俘虏营里头严重的营养不良，所以他曾经特别去偷了鸡蛋，然后偷偷的给这个领事的夫人来养他的小孩，所以这个领事的夫人呢认为他是恩人的。那在这本书出来之后呢，这个领事的家族中的一员卓以定，他曾经特别飞到台湾去见这一位柯景兴先生，90多岁的柯景兴先生，去当面向他道谢。你可以想象，就是以柯景兴先生这样的背景，在1945年这个局势倒转过来之后，他自己的经历，作为日本兵的这个经历，变成政治非常不正确而且不得到同情的一种历史，是一种被藏到黑盒子里去的一种历史，不光荣的历史了。在去年，所以这一位卓家人来到他的这个乡下的家乡来特别谢谢他。那柯景兴先生大概在一个多月之后就过世了，所以但是他的家人说，他在过世之前，卓家的人来看他，给他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安慰啊。这是一个例子。另外呢，你们记不记得在故事里头，在大江大海里头，荧幕上有看到有一位李维寻先生，有印象吗？头发白，全白了。我找他找得很辛苦，因为也是联合报他第一个发现，在这个新几内亚的丛林里头，竟然发现几乎被火山岩所掩埋掉的，挖出来有一两座，有三座，国军的坟啊。我从那个线索开始找，后来去找到有一个叫做李维寻这个人，书里头有写到我如何找他啊。The next, please.好，这个大家记得我曾经放在书里头了，就是我找到李维寻这个人，我知道他是当年的国军被日军俘虏了，送到新几内亚去成为战俘，所以这个是在2009年的2月我开始找他，竟然被我找到了。那么这位李先生呢，他后来就得以把他在战俘营里头的过去告诉了我。你如果印象，你还有印象的话，他跟我说，他知道为什么他的同袍那好几百个国军在战俘营里头过着非人的生活，很多人都死了，他剩下在台湾剩下三个，那其他两个人呢是已经不能够交谈了，只剩下他90多岁。他当时跟我说的是说，他说龙老师，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我的同袍都死光了，但是我还可以活到90岁这一天，我就在等你的电话，透过你把我当时的我们那些牺牲了的战友的故事可以说出来啊。就是李维寻先生，我昨天在做功课的时候就想到说，哎，这位李先生很久没联系了，不知道他的近况如何，所以我写的 email 回去给我的同仁说，请打电话找李先生。那么过了大概30分钟之后，我得到了一个回复的电邮。Next, please。这个是我的同仁从台北给我的电邮。李先生已经过去了，这是我昨天得到的消息。我说这算是遗憾中的小小的圆满，是。国防部，台湾的国防部后来就用非常非常惊人的快的速度去把拉包尔的这个国军的你说是英灵啊，当然在相反的对方就不说英灵这个词了，反正做了装纵的英灵的这个仪式。
那么还特别把李维洵先生请到了台湾的忠烈祠，那李维洵先生还特别到忠烈祠的这个拉包尔的战俘营里的国军的那个牌位之前去向他的战友致敬。那他当时也是跟我说，他觉得他人生一生的愿望真的圆满了，只有李维洵先生在不久前过世。在下一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你们记得书里头有一位淡水的郑鸿明医师，他的父亲也是医师，上了一条船就再也不回来了，那条船神经丸就沉下去了。那么这位郑鸿明这个淡水的孩子就成为半个孤儿，而且在1945年之后，这段历史也变成一个不可启齿的一段伤痛的历史。在刚刚的这个纪录片，你们也看到了郑鸿明医师。郑鸿明医师其实在几年前就开始架设了，在网上架设了神经丸的网站，全世界的去找那些这个去找建立完整的名册，牺牲者的名册以及他们的家属，但是非常的不完整。那这本书出来了之后呢，郑医师也持续地告诉我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譬如说他一个他的伯父的女儿竟然就在美国是一个图书馆员，就能够透过他的帮助真的把神经丸里头的所有的随着船沉下去的台湾的医生还有医护人员的名单完整地找出来了。这都最近的事情，所以对于郑鸿明医师而言，也是一个在人生的大遗憾中小小的圆满。他不久以前给了我一封来信，是用英文写的，我得到他的同意，就是说念其中的一小部分啊。他写的是这样，他说 It was an immense sense of relief, as if a heavy burden was lifted. The sorrow of my father's untimely demise has always been with me and my mother. We have both hidden it well in our own ways. My mother strived to succeed in her nursing profession. It was only after her passing that I realized how much she had missed my father.With your book, my friends immediately understand why they have a quiet one in their midst. 郑医师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在他这所有的事情回到了一个原点之后，他开始他住在美国的 Boston， 他是一个眼科医师，他就经常的回到他的家乡淡水去为淡水人医治他们的眼睛。他最后一段是说，Whenever I visit my parents' joint grave in Wildwood Cemetery, a gentle breeze would sometimes come and embrace me. I know they are both happy, so am I. 所以这是郑医师，而郑医师这一次呢，还特别从 Boston 飞到这里来。今天他坐在这里，郑医师你在哪里？谢谢你，谢谢你。那还有一位呢，是在书里头也有他的一个 chapter， 写的是说，在那个年，在那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份，他的父亲如何带着一家九口，辗转流离到广州，然后在广州，因为他父亲是空军，所以他压着。交付于他必须要处理的黄金要上船，可是他的这个压着黄金的这个吉普车在经过天河机场的时候被天河机场的宪兵队给压下来了，从此以后那个黄金就不见了，但至少这个人还上了船，最后他们一家到了台湾。那么这一家人呢，后来出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呢变成很有名的物理学家，就是朱金武博士，朱金武教授，我昨天才听说他要到哥伦比亚大学来访问，所以我积极地发了一个电邮说，请问你今天可不可能来这里？我竟然找到了他，他竟然到了，他就在这里，朱金武教授。不过朱教授到今天还坚持是我爸爸抢了他爸爸黄金。他
后来说看到我们家那么穷，他想说那大概黄金没有被我们吃掉。我当时说还好是你爸少了黄金，至少他还上了船，否则你们家这个四分五裂的话，恐怕伟大的物理学家也出不来了，就是那么一刹那间。那今天竟然有两位书中很重要的人物在这里，我不知道他们两个会不会愿意说待会儿我们签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三个人一起签书，可以吗？那今天读者手上有三个名字的书，那可是全世界的海外孤本。好，在书在2009年的9月初8月底出来之后呢，因为它传播的非常非常的广，它其实超过野火级啊。那第一个发生的事情就变成一个全球读者的共同刊物的队伍就出现了。这本书的校对呢，其实经过的那个校对的次数呢，超过我以前所有的书。但是出来在出版之后16个月之间呢，全世界各地的读者来信说，你第几页的什么什么地方，我认为是什么什么样的，说全球大校对的行动就开始了。那因此这本书有一个特点，是它经过了很多刷，很多很多刷，但是没有一个版是一样的。因为他那个修订的过程一直在进行中，到今天还是，到我出发之前，新的版又上市了，它又是一个新的版。那我今天带来几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全球读者大校对是怎么一个状况啊。Next please， 马来西亚来的，上面是书的原文，就是那位蔡新宗先生说，哦，他的船是从沙拉瓦库进去的，我就回答说那是拉让江吧，因为我去过拉让江。所以马来西亚读者来信说，那个不是拉让江，那个是沙拉越河，所以呢赶快下一版就改了，就不是拉让江，所以没有一版是一样的啊。Next please， 这个呢很有意思，北京来的说。其中讲到这个中日战争之间的一些场景，他说41师团二三九联队，那个连不应该是大连的连，而应该是联合报的连。这样的信来了之后，我就开始查，我就看这个中文的史书，也看日文的史书。那可是呢，结果发现日文的资料跟中文的资料都有，两个连都有用。那到最后还是那怎么办呢？到底哪个连才对？所以就出现了下面一封信。Next please， 我只好亲自打电话给郝先生。我想说，你亲自那么长年跟他作战的，你总该知道你说的应该是正确了的吧？所以呢，郝伯村先生就跟我回答说，是联合的联，而不是。这个大连的连，所以这个全球大校对中间还有其实很多很好玩的故事啊。Next please， 是吗？在哪里？写错了，真的？哪里？哎，不是这个博吗？是吧？对呀，是正确的。哎，不要给我乱校对，不要越校越错呢。是这个吗？没错。你们是不是有一直记得这个大江大海里头有一个短篇是写盐城，江苏盐城。这个郝伯村先生就是盐城人啊，盐城的孩子。好 ，next please。这个是来自湖南，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可爱，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地名。那来信说应该书里头写的是七风渡，那事实上在书里头写七风渡的时候，我是跟当事人张玉法先生还确认过这三个字是不是这么写。那张玉法院士呢，他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他就确认是那三个字，可是书出来之后得到这样信说不应该是七风渡，应该是七凤渡，所以我就写回信去给张玉法院士说到底哪一个对。那么张玉法回信说七凤渡才是对的，所以在下一版的时候又改了字了啊。好，再下next please， 这个是香港来的，这个好玩极了。写香港的那几个 chapter 你记不记得，就讲到譬如说讲到马英九的母亲，
他在香港丽园，他做一个什么工作呢？先是开游戏店，对不对？然后他就去一个游乐园里头做那个收钱的，还不是收钱的，他是做什么的呢？他是人家去买了票，一个像铜板一样的东西呢，然后你要投，就像进地铁一样，你要投进一个东西，然后那个转的那个东西，他所以马英九的母亲是那个，你那个投钱投进去之后，他要用一个脚在下面一踩，然后那个门才放你进去的那个东西，所以他做那个工作。然后呢，马妈妈跟我说，他的这个月薪是是书里头写的是220块吧。我忘了是200块还是300，还是20块200块，反正的收到这样一个信说，30块。他这个人说，他的工资应该是30块的说法呢不对，因为我爸爸在当时同时在茶楼工作，月薪200多块。那我们家的女佣是30块，而且是因为有善诉，所以呢，马英九的母亲如果是有人介绍我其他关系，他的工资应该是300块。那。得到这样的信来以后，糟了，我又有工作了，那就要去查，那里头还有当时在香港的其他的人的薪水啊，就这个就必须去交叉比对，去问来问去的，就有好大一堆的工作要做。我现在都已经忘了到最后那个版本了，问了半天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反正下一版又改了。好 ，next please。哦，好，这个还没有了。所以这个大校对呢，到今天到此刻都还在进行之中啊，就是来了信之后，我们还要查对。那总是还有很多要再修订的地方。那这书出来之后，当然是很快的时间，大概就在一个礼拜之内呢，这个书就有消息出来说，在大陆不能谈这本书了。到今天这本书在大陆也不得出版啊，未能出版。因为没有白纸黑字的说我禁你这本书，所以我不敢说它是禁书，我只说它没办法出版。但是因为它没办法出版呢，所以这是一个编辑他发给我的照片，在他还没有全部封锁之前呢，这个叫什么淘宝网，因为我不上网买东西的，所以淘宝网就出现这么一个镜头，很多很多不同的价钱。98块、92块、90块、108块，全都是人民币啊！就是对于一本禁书，有一点像是得了奖一样，就反而大家都要去看。所以这个书说是不得出版的话，我认为是得奖了。Next please。那么因为消息出去了，这本书不能出版，那么这个在网上就有这些说法了。果然是禁，你禁什么书的话，那本书就等于是真理部帮你推销一样。真理部就是中宣部的意思啊。好，那但是当然也有呢，有不同的看法。你譬如说最后一则写的是说大江大海是典型的反共书籍，逢共必反，随意捏造，这倒是让我蛮惊讶的。可是有这样的看法的也不少。但是最有意思的是，同样也有一种说法说1949是为国民党粉饰的这个御用作品啊，这个看法的也有，各种看法都有。好，至于说读者的反应，读者的来信很多，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普遍的一种情感，最典型的读了大江大海之后的读者来信。Next please。最典型的是这样的。就是有如同看了刚刚的纪录片一样，你就开始去回想，说我的父亲或者我的母亲究竟是怎么回事，然后有很多很多的记忆的点点滴滴都来了，然后有很多人对他们而言是第一次的恍然大悟，说原来如此，原来我的祖父祖母，原来我的父母亲是这样一路走来的。那这种悔跟痛的情感，大概是看这本书最多人分享的一种情感。但是在同一封信里头啊，我相信是一个女性写的，她还有下半部。Next please。她显然嫁了一个在台湾本地生长的人，
刚好是完全相反的一种情感跟记忆。所以这本书在 这一个读者读来心情特别的不一样。 Next please。 这个来自海南岛的情绪也是一样的，就是开始回想自己的父亲或母亲。Next please。 同一封信，他说我幸运，因为他即使回头要去询问这父亲是怎么一路走来的，他都已经不再有机会。在这个写书跟书出来之后的过程里头，我还真的发现有很多人他原来不是那个姓，包括一直在跟着我跟拍了一年多的那个纪录片的摄影师，你通常看不见他的脸，因为他都在那个机器的后头，扛着很重的机器到处跟着你走，非常非常认真的一个人，而且话很少。他就一直在听我们所有的访谈，然后突然他有一天他把机器放下来，他说：“龙老师，我本来也不姓黄。”我说：“什么？”就是这整个过程，像这一个读者说的是那样的情况之下，他不姓朱了，那不姓黄了，也是有各种各种的原因。在一路的过程里，我发现很多人都改了姓的，在一个很荒谬的时空跟状态之下啊。Next please. Next please. 好，这个姓呢很特别，就是跟所谓的外省人的那个情感是不一样的了，是台湾本土的。他说的是，很多台湾人有这样的记忆，就是父亲他会唱军歌，日本军歌，而那是一个多么政治不正确的事情。你在学校里所教的，对于那个是一个可耻的一个作为。有好几个读者是给我写这一个性质的信，就是说读了这个书才知道说，对于父亲的历史，而那个历史不是主流所能够接受的历史，也就才了解到说，那么在他的心理中的那种压抑是多么的深，就是60年来。也就是说在写这个书的过程里头，我开始写这个书的时候，开始做这个功课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我自己的父母，就是那200万流离到台湾的人，他心中的寂寞，他心中的边缘感，他心中的痛苦。可是很快的我就发现说，这200万人是在一刹那之间连根拔起丢到台湾，可是他们的痛苦一定是要相对于已经在岛上时间很长的那600万人，那600万人本身的那个历史的记忆，那个脚印是怎么样的一个脚印的一个谱。所以我才开始去做另外那一半，才因此这本书才会从4-5年开始写过来。在这功课做了之后，因为接触到非常非常多是在日本的殖民史的下面走出来的台湾人的心理的伤痛，到最后我才发现说，原来那种有边缘感，那种记忆被压抑，那种觉得自己被连根拔起的，还不只是这200万的外省人，我的父母辈而已。台湾本地的人，他从清朝然后改朝换代到日本，你完全被渗透到他的系统里头来。你看要去当兵的时候，为日本人打仗的时候，1000个位子会有30万的人要去参军啊。这种完全已经灌输好了的新的忠诚，突然到了1945年的时候，再次的转换。残酷的转换，然后到了49年的时候，更这样的冲击过来，所以我才发现说，原来在台湾本土的人，他们心中的那种边缘、跟寂寞、跟压抑的记忆，完全不亚于我的父母。Next please。这也是很典型的，就是在整理父亲的遗物的时候，看到一些东西。那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也就是把它收起来罢了，
因为你根本不认识那是什么东西，你也不认识这些东西后面的历史是什么。那有读者就是因为读了这个书之后才整个的认知不一样了，这是那8000个山东来的孩子的过去，他才知道原来我父亲就是那8000个孩子之中的一个。Next please， 也有这样的信，非常生气的长辈的来信，非常非常愤怒的啊、哦，也有一些。我也没有机会告诉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读错了我的意思，也有这样的信、啊、那next please， 从台中来的这个信特别可爱，所以我想请大家记住这个地方，台中是南屯区。这个读者是告诉我说，那个区呢住了很多的老兵，其中有一个的老兵呢就把他的房子画了个彩色，结果呢影响所及，整个都是老兵的，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房子画了个样子，然后他还寄了照片给我，请看 next please。 有趣吧有趣吧特别可爱，说这个村子我都还没有去看过，我都想去走一走，你们有机会去看一下，如果说住在里头人不觉得被你们打扰的话， next please。 可爱啊我不知道，有时候我们说的遗憾、痛苦、流离，到最后你可能要用艺术去跟幽默去化解它。还有一大批的读者来信是不同一般的读者来信，其实我收到大批大批的陈情信，就在那个时代，那个不公平的时代里头，有太多的不公平的事情，有各种各种各类的不公平的事情，60年都没有人给他一个答复。Next please， 我只举其中一个例子。那这个部分是我自己觉得非常无力的，因为陈情的例子太多。我收到这样的信，我心里只是觉得我自己都不知道如何是好。那我举其中的一个例子啊，这一个陈建平先生，因为他到处陈情，他也希望我为让更多人知道他的处境，所以我相信他是不会反对我把他给我的陈情信给跟大家分享的啊，而且是真名真姓。他是不是还在我也不知道了，他自己已经80多岁。他讲的就是说41年，1952年，他们是在马祖金门的前线。那在马祖，我到马祖去走一趟的时候，在菜市场里头的老头都会有人指着他说，你看这位是这位这个阿伯、啊、他在这个新疆的劳改营里头35年。为什么？因为在那个他们是反共的前哨，所以呢国军这边会征集当地的年轻的渔民，让他们来做搜集情报的工作。那这些渔民呢，其实对什么战争什么都不了解，但是有一点点钱，所以他就去做所谓的情报工作，一上岸就被逮捕，逮捕就是35年的劳改营啊。这个陈建平先生也是典型的例子，他倒不是去做情报，而他是真正的是做反共救国军。反共救国军的一员呢，就是经过这样的程序，经过一次的战斗，阵亡千余人游击队。而且这个时候的游击队，就是反共救国军，是没有薪饷的，没有薪水的。这个国民政府就说，你们就自己活。所以他们就要到对岸去掠夺，像强盗一样，海盗，其实是海盗。待会我去访问这些救国军的时候，他们会到对岸去把整个村子全部逮过来，见到人就逮，把医生护士整个卫生所带过来。那他被判5年徒刑，然后送劳改32年，到1986年才释放。所以他写成到处陈情是说，我是你的国军的一员，那我们就等于是我被俘虏坐牢坐了这么多年，那么国军是不是我在打仗的时候你没有薪水给我，那至少应该有的抚恤是不是有呢？所以他到处陈情是没有任何结果的。为什么没有结果呢？国防部说的是，我们没有你的资料，
没有证，没有东西可以证明你曾经是我们的一员。OK， so next please。所以当他到处写信的时候，就会有各种各种的回信啊。这个是国防部的正式回信，你看第三项，查陈建平均申请来台一节，业已多次陈情在案，且经相关单位均查证，均无资料可稽，基于依法行政，其身份无凭予以核认，所请未便办理，上起量查。就在乱世的时候你所做的事情，到了治世的时候请你拿出这个凭证出来，就没有办法了啊。下面一张 next please。这个是我看到这个，我说就是不知道该哭还该笑，总统府的回复，用很美丽的词藻，以奉交下什么什么什么谏言，爱国爱乡之诚溢于言表，令人感佩，本府以什么留作为施政参考，总统深知人民要求改革与进步之期盼殷切。我的天哪，他必定就是马英九先生必定尽全力为人民建造一个政治清明、经济繁荣、进步祥和的社会。一个人的一辈子啊，到最后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啊，这就是时代啊。总统府公共事务室，好，那最主要的是说，他不能够得到任何的补偿，是因为这个国防部没有你的任何的资料。可是呢，其实这陈建平先生说，你要我什么资料？那我是不可以把共匪的资料拿给你看。所以 next please， 你看一个共匪的资料啊。这个呢是什么呢？是他被俘虏的之后的判决书。你们字看不清楚，这个是共产党的判决书，就后来判他5年徒刑，然后32年的劳改。我把这个判决书的内容给大家看一下 ，next please。解放军浙江温州军分署军法处判决书是说，这个里头就有凭证了。人民属于哪个队伍，哪一年做了什么事情杀我军俘虏，他显然是有战功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在想这个幽默，这个是什么黑色的幽默，国防部是不是应该拿这个共匪的判决书来证明这个人确实是做了什么事情呢？所以这个时代的错置，时代的荒谬，而你作为一个个人的人生这一辈子就在这种荒谬之中什么都不算数了啊！所以我这样的陈情书有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这个内战的残酷，我想这本书我并不想去做道德的裁判。这本书里头也有很多读者对我不满意，就是说你这个书你是非怎么不分了，你怎么这个谁对谁错怎么不说了。但我实在这本书我不想做的就是那个事情，我只想做的是把一个很坚硬的机器把它拆解开来。这个机器可能是国军，这个机器可能是解放军，这个机器可能是日本军队。我想做的只是把那个机器给拆开来，让你看到机器里头那个孤零零的个人是什么一个状态。那你看到这个不同的机器里头，不管它是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你只要看到那个机器里头孤零零的个人是什么状态，然后你要下什么样的道德判断，你要去审判正义跟不正义的话，我希望读者自己去做。所以那个用意不一样。我也曾经说过，说当我开始进入1949的时候，我以为1949是这个20世纪这100年之中可能是最残酷的一年吧，带着这种以为。但是为了写这本书，所以我从1949我就回头看1939，回头看1929，回头看1919，这个路一走下去不得了，我发现1949还不算什么。你要讲饥荒，你要讲人祸，你要讲战争，你要讲死亡，你要讲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没有一年比1949要来得好。这样一直往前推啊，这个认识对我是非常非常震撼的。那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说，事实上我只是推到1919，我父亲出世的那一年。你如果要往前再推的话，情况不会更好。 Next please。 哦，这个是刚刚他的判决书里还没完呢，他所有的所做的事情都在里头。我在想说，这个国防部跟这个两岸的国防部是不是应该有个协商，共同的赔偿。你知道多荒唐吗？这位陈先生他是连江县人，到今天我们你到马祖去的时候，你就知道马祖不是台湾省，他还是福建省的啊，而且是属于福建省，他是连江县，然后对岸也有个连江县，所以呢，我上一次去的时候是连江县的县长跟连江县的县长，我们一块儿坐下来吃饭。那这个人当然是连江县的子民，那也许两个连江县就合起来帮助他吧。好 ，next please。你看一下这个内容，告诉我你们认为这是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不对？这台湾人不太知道，但是大陆人都知道。三项纪律，我还讲都讲不全了。三项纪律八大注意，是不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陆同胞谁会唱这歌？会唱的，唱前面两项纪律给我们听听看。好，你要站起来唱唱看吗？大声一点，欢迎他。记不记得歌词？第一段调戏妇女。还有呢？第二不拿只动一针一线。对。第三呢？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马上让你想到三项注意八大。想想纪律八大注意，对吧？三八好了。那可是他又不是，对不对？所以有谁认得出这是什么吗？曾国藩的解散歌，就就地解散的解散，这是曾国藩的解散歌。解散歌，湘军杀人杀太多了，他打太平军的时候，他。打的是他屠城的，是屠城的，那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曾国藩他给下属的说这是纪律，你们要这样。可是你从看这个纪律里头就知道，那一定是现实的状况是相反的。所以有这样的东西，因此呢，刚刚讲的那个三啊八啊是从这儿一路下来的。OK， 历史更久了。那这个呢，大概是1850几年的歌了啊。Next please。看，先看看这个词的内容。我就说，刚刚为什么会有解散歌那样的歌词，说你不要杀人啊？是因为杀的太多。你看这个内容是说。南京城，沿街死尸之十之九者，皆为老者；其幼孩未满2-3岁者，亦被戳以为戏，当作游戏。匍匐道上，妇女40岁以下者，一人俱无，均被掳；老者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嚎之声达于四方。这一场战役就被杀了有20-30万人，那你会以为我们是在说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是不是也被杀了是20-30万人这样的情景？不是的，这个是曾国藩的湘军曾国荃
他的部队进入南京之后所进行的屠杀，而这个记录是谁写的？不是对方写的，是曾国荃自己的幕僚所描述他目睹的屠城状态。这是1850多年的内战。所以如果从1949年要往前再推再推再推的话，没有哪个年头是好的。内战的残酷，这个看起来跟抗战的时候跟1949差别不大。你如果再往前推的话，历史学家可能会告诉我们，你譬如说唐朝建立的前后，在西元611年到628年左右，它的内战是残酷到什么程度？它从890万户的人家，中国北方本来有890万户的人家，变成290万户，其他的人到哪里去了？全消灭了。而那不是异族的战争，那个是内战。那你要说好不容易有了盛世之后，安史之乱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在黄河流域是人烟断绝，荒烟蔓草，900万户人家减少变到200万户，这都是内战。那因此就是说，我完全不会想去谈到，就是我们说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个成语，就像去年在2009年在纪念60周年的时候，你看到两岸有很大的一个对比，就是一面在大大的庆功，有一面呢是无声无息的啊。我想说，对于历史，总有一个不同的观点可以去思索这一路是怎么走来的。那我在想说，大概没有哪一个新的朝代，没有哪一个新起来的革命者，他不是把人民的福祉这个话是当作他的核心的概念的。今年现在站在这里，刚好是民国100年，2011年的一月啊，民国100年。那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回顾一下民国100年。1月1号，孙中山先生当总统的时候，他也做了元旦的宣言。在那个元旦的宣言，在民国100年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 ？Next please。民国元年。好，这其中的一部分啊，就非常少的一部分。你当然很重要的是，国家之本在于人民，这是民国元年1912年的1月1号的大总统的宣誓词里头的东西啊，在于人民。那然后他讲到说，都是所谓的革命者，他都是以诚挚纯洁的精神。我也相信，革命者最初的革命者，第一代的革命者，可能都是有非常的诚挚跟纯洁的精神来做的。然后你看看最后几句话啊。孙文他宣誓的时候，我相信他是用最大的诚恳在说的啊，就是说，然后临时政府之职务止境，而无人实可告无罪于国民也。这是1912年对于当时的40000000的同胞所做的宣誓，无罪于国民。然后国家之本在于人民。那很有意思的是，在我看资料的时候，我就看到下面的一个资料，这是1912了。然后下一张 ，next please。1912之后，我选的这个呢，我也看看诸位是否认得，这是谁说的，而且在什么时代？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认为欲实行宪政，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3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请问这可能是什么时代的？毛泽东吗？好，这还没完，我们再多看一点啊。Next please。
继续，人民的住宅现在的状况，这个人说我们现在的状况呢，人民的住宅随时可被非法搜查，人民的身体随时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讯，被秘密处死，被强迫集训，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被禁止，言论出版受的极端的限制和检查，这如何能保障人民有讨论宪政发表主张的自由呢？再下一章 next please。 然后呢，在讲这个话的人去回忆孙中山先生的贡献。孙先生曾说，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副其实，必须要这个国家真是以人民为主，要人民都能够讲话的，有发言权，这个情形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开放党禁就是要承诺各抗日党派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合法就是不要把各党派看作奸党异党，不要限制与禁止他们一切不超出抗日民主范围的活动等等等等，要开放党禁，要集会结社，要有身体的自由，言论的自由等等。Next please。 这是什么时候的？这是1944年纪念孙中山的时候的周恩来的谈话。1944年啊，看起来不生唏嘘啊，不生唏嘘，心里我至少我个人，我不知道，我个人觉得心里很痛。这个历史这么一路走来，你就要想说死了多少人呢？真是死了多少人。这是1944的谈话。然后呢，next please。 到2008，这是什么？08宪章。到了08，就是1944有那样的谈话，就是1912年的时候孙文有那样的追求，到了1944的时候第一代的共产党人有那样的这个愿景，到了2008年，当你写这样的话的时候，你是要坐牢的。那刘晓波还在牢里啊，就因为08宪章。好，向刘晓波致敬。Next, please。 回头来说，我昨天收到的信，你们记得影片中跟书里的桑品在先生吗？满头白发桑品在先生12岁的时候从舟山群岛就糊里糊涂上了船，然后船到了基隆港之后，他赫然一发现整个部队都不见了，剩下他一个人，然后到了基隆港的码头上面。桑品在先生后来变成作家，而且他有很长的时间是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主编。桑品在先生他有一本书，你们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是应该找来读，叫做岸与岸，就是海岸的岸，岸与岸，很值得一读的书。桑品在先生昨天的来信，就是我同仁给我的来信，说桑品在先生说少年兵，他自己是少年兵，他12岁，你记得书里头他12岁就去变成兵了。然后你记不记得书里头另外一个少年兵只有6岁，因为他是个孤儿，郭天喜这个孩子6岁的孩子就变成兵了，父亲战死了，他的母亲好不容易带他到台湾来，结果母亲就卧轨自杀了，他变成孤儿之后就变成军队了，变成少年兵。所以昨天接到的讯息是说，这些少年兵呢在今年要开这个60周年的纪念聚会，问我愿不愿意去。最后我看他很好笑，最后还说他们也会邀请马英九总统，但又担心是因此让我却步，因为政治人物一到的话都是比较麻烦，很讨厌。好。